收钱。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来，我不知道。大哥，大哥。Hello， 我们今天玩乒乓，我们请了两位国手，他们将代表新加坡在那个东南亚运动会。Hello， 欢迎。Hello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泽宇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如。你们要飞了对吗？对，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当然非常兴奋，不过同时也有点紧张，因为马上要比赛了。你不是去过奥运会吗？这个应该是 piece of cake。每一个大赛都是非常的紧张，都是想打好，很逼啊，很逼啊。对对对，我看你现在也很紧张。我跟我的 partner Rishan 就从中学就认识，很了解彼此，很有默契，感情很好，就是那种一直吵架那一种。我跟我 partner 赵峰，对，也配了几年嘛，然后取得的成绩也不好，挺好，挺好，哇，差很多嘞。然后。对，我们就两个人平时关系也很不错，就剩下坏的我就不要讲。那其实我那你让我显得很小气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有点容易耶。这个有没有挑战性？哇，强哦！那你们要怎么放才比较挑战性？往前放一点。Round one。你不要动我的东西！我们怎么那么准？你看我放下来。来来来，我跟你好再来一些。快点快点快点！哦，哎，两个。哦，两个。那那个比较难，他们打不倒。哦，我很冷嘞，他们的球。有机会，三个有三个，yes， 有可能一定又打不倒回来。我们是要趁打越多越好，因为我们的 accuracy 都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是要快，要 speed， 所以我们要打越多。OK， 你打先。好。哇，哎，你要让你训练，所以算进去。耶耶耶，三个三个三个。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有没有是 Amy 你比？这个耶，一个。我们太专业。No， 我们太轻敌了。等我来打，你来接吧。那就给我选择。那因为我高，我蹲下来不容易。他讲你矮嘞，他讲你矮嘞。Round one， 来开始。打包。哇。睡觉。谢谢。友情。哇。白衣。我不吃敌人。哎 ，OK， 有啦有啦，算啦算啦。来。Morning。哎呦。徐真的。哎呀，我惨了，我惨了，我输了，我直接不好。我输了，我输了。哇。喊哪里 ？Best。好柔。老弟。十名，哇，零分糖，蛮健康的，算了，我都把谁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来，我不知道。哇，他白带白中哎，哇，这个感觉，哇，太牛了，哎呀，有点隐形哎，很酷的。I guess this is what it takes to become an Olympian. Maybe a feeling. 哇，哎，你战术 different。我打红啊啊！中餐，哇！乒乓，乒乓，为什么每天比啊？哦，
我的。哦，这个是小时候被打，你有没有？我跟妈妈说 sorry。要怎么天龙怀昨天？全部弄。哦，有唱脚，有唱脚。哦，耶，两分啊！我们要换量。哇！压力太大了，你们可以赢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Oh my god！ 你在这边好。你可以开吗？可以开机就可以关机。哦。哎呀，你很专业。哇！哦 ，very good, very good， 怎么是拿出来又拿来？你肚子饿？哎，think the more right 吗？所以你对看哪一个意思？哇，太 scary！ 哎，还可以接球，真不错。哇，直接这样打了。You saw my 动作 right？ 我是笑啊。气还是我们不争气？我们不争气。气不争气。可以留着做纪念。哦。这样不是赚到？哦，什么意思？哦，这样。哦，这样给你那个板。这样我打完了，发给你，打完了。我就一个。谢谢。OK， 来，换。哎。那我也要换一个。还好啦。Good match.
他算一份很好，很好这个 angle 应该超难的，这个超难的，你要把它这样按，就是打这边是吗？对，只要只可以打这边，打这边那个球就过去了。那我们就祝你们好运了。你们有什么话要对你们的支持者讲吗？我们对你们的支持非常感激，然后我们在这次的冬运会也会就尽力，然后争取好的成绩为国争光。多多支持我们，可以看我们的转播，就多支持新加坡队。我会继续看的，这次。我最喜欢看乒乓了。你不要这么好，我都骗人真的。好，谢谢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那下一个就跟你。